爸，你请我到台北出差3天2夜，说可以报销，回来的时候却不认账。我是请他出差，不是请他出工。他总共拿回来10几张的专柜发票，他怎么还有脸说这个事啊？那我住宿的钱至少要给我报吧，这也不给我报。他到台北第一件事情就买了一套房，还3房2厅，还选了一个景观套房。在饭店谈生意多不安全啊！我这也是为了公司着想，生意也谈成了。客户跟我们合作赚了20000，他买了一套房3亿。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爸，你请我到台北出差3天2夜，说可以报销，回来的时候却不认账。我是请他出差，不是请他出工。他总共拿回来10几张的专柜发票，他怎么还有脸说这个事啊？不能报销不早说，我发票都打桶边了，那不是骗人的吗？这衣服质感不错，小心别碰，贵。公司都说报销了，那我不放开花吗？这哪是放开花，这是往死里花。外套属于奢侈品，确实不能报销。那我住宿的钱至少要给我报吧，这也不给我报。是不是你住宿选得太贵了？他到台北第一件事情就买了一套房，还3房2厅，还选了一个景观套房。在饭店谈生意多不安全啊！我这也是为了公司着想，生意也谈成了。客户跟我们合作赚了20000，他买了一套房3亿。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那也是我辛苦谈下来的啊。你都没有考虑过公司的经济状况吗？考虑了啊，我原本打算坐高铁去，但考虑到我是公司最重要的资产，因此才买了台 BMW， 还请了个司机载我去。万一我有个万一，公司岂不是痛失英才了吗？老板，您愿意跟员工达成和解吗？他是诚心给我干到倒闭，你总不干脆把你全家姑丈姨妈全部一起带去出差就好？我已经邀请他们来了。厉害，有这样的员工，做老板不破产都难。这不是人才，是天才来着。有梦最美，赚20000花3亿，老板换你当好了。还有一只耶。拜拜拜拜，紧急案件，2点要到。你要找谁？找律师啊！现在有了律师，没有律师哎、欸。上班怎么这么有趣？羡慕这种工作气氛。报马仔比较好笑，直接报完出门。